倫敦鋼琴師 K 博士遭到中國戰狼男女圍攻的事件就引起國際關注，這件事是非常嚴重，因為他由頭到尾是折射了中國人現在在他們的統治者長期洗腦之下那種與世界主流和人類文明底線格格不入和互相衝擊的一些奇特的行為和軌跡，這個由幾個戰狼的行為去想。首先，中國人在他們的習近平指明方向和灌輸之下，是順守一個信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這個是第一。